说，我活得没有人烟气，像一缕幽魂。林不疑，你可有话要对我说？当初霍冲将军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0,000敌军。自从我舅父去世后，我阿母病得疯疯癫癫。你不能上战场，也不能上，你不能。这世间就再无家人关心我。陈少商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操有成见之人，哎呀，这个四娘子，这个性子，紧随他阿母病人生厌，读书不行，习武不成，不如索性对他人期待少些，对自己好些，活得才能更自在。我等了17年，为什么还不报仇？为什么还不报仇？林不疑，林不疑，我要替霍氏满人报仇，我要让所有跟孤城一样有牵连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孤城满城枉死，一直是你心里的痛，我想和你一起分享大仇得报的快意。那倘若你报复的时候会伤及你爱的人呢？但我与你一起时，最有人烟气。